他们俩人父亲母亲都是干这行的，俩人怎么看待这个身份呢？我觉得有压力，当然也有让我自己更努力有动力，就是有点像双刃剑一样。有的时候经常也是演得再好，人家也说哎，没有他爸好，虽然我演的可能也不怎么地啊，但是说这种声音是永远都有的，所以我也比较习惯，也正常。这挺难，你干的不好吧让人笑话，你也不是他爸爸了，干的好吧他们又说了，那沾他爸爸光是吧。对，也有苦恼的地方，肯定会有的啊。